其实可以走到进决赛很不容易，对，那也其实进决赛也已经证明了我们团队的整个方向是正确的。那虽然说今天的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老天爷给予我们团队一个铜牌的肯定，我会继续努力，就这样。那我觉得真的会对，这个铜牌献给老师，献给团队长，对。还会再战吗？一定会，对，我一定会拿到我想要的。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我们也都看得就是很紧张。真的，我看了也好感动。当下掉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很可惜，那就是也想要在这次巴黎奥运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样子，所以我上去我就还是补做了一次，然后把后面的整套尽力的发挥完美这样子，还是想要给全世界呈现我们台湾。国人的精神这样子，对，就是想要不放弃这样。就是休息的时候，其实就我也看得出来，老师也很累，很辛苦这样。那我也觉得就是很遗憾，没有把动作就是完美的呈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尽力了，从那时候受伤之后，过程中的努力，从没办法走撑拐杖，然后慢慢的去复健。然后老师陪我，去聊整个心理的过程。到今天虽然没有到很完美，对，那但是我觉得这个铜牌是证明我们整个过程中努力辛苦的一个价值吧。在中间的时候，一直有跟那个博恒在聊，中国圈的博恒在聊天，那大家都很好奇，你是在聊什么？互相鼓励？没有，其实就是在聊这个比赛，就是因为上一次东京奥运其实也是。就单杠这个项目的特性啦，对，就是比较容易失败的项目，对，就大概是这样子。